那天说什么、啊？这太难了吧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热不热嘛？你觉得你热不热？我很热。你妈不热的。我不热啊？为什么不热？关你啥事儿？你这就很 real， 你这就过于 real 了。我们来投一下谁是最准的那个。三、二、一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他经常会做那些，就是你在那儿练舞练着练着，他就过来就你面前挡了。那是我在专心练舞，已经忘我了。而且他的那个头真的一挡一挡全部都挡了。我们那是因为小一只，因为你头太大。周震南更过分，我看到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幻想着开演唱会。那不是练习吗？还跟观众互动，他还把灯关上，在那摇头呢。In my last moment 我就听的歌词都背到了。你怕不是因为上次一起唱的？太假了，最假的就是你 ，real。我不这样，我一点都不这样。那我们一起 real 一下。好，三二一。